那这次的盛会呢，也有非常多发心的菩萨与我们大众来结缘，那我们在此逐一的感谢他们。首先感谢以下发心提供粽子、菜包、饮料、还有果汁的大德，有咱的蔡菩萨、宋菊、阿秀、王英福、高师姐、阿产师姐、陈丽蓉等七位师姐，以及郑宇超、简清文、赵王宝三位师兄。接着是卢耀斌、李文贤两位师兄提供的菜包500颗。啊，叶哥有呢，咱多年以来始终如一，由阿秋师姐都带领咱乡鹅寮的乡亲，好，这边也帮咱准备了菜粽1000粒，饮料350杯，恁满满的心意甲大心，阮深深感念在心头，非常的感恩。搁续来呢，为咱各位呢，介绍遮个大家的大名。好，啊，咱的信众吼，因为我嘛知影时间已经有较晚，但是呢，因为咱鹅寮的乡亲非常呢，若听到因的名呢，非常的欢喜吼，所以咱搁小耽误一点仔时间。咱的乡亲有王敬仁、王三良、王陈菊、曾昭展、邱若纯、洪忠立、吴庆峰、郭来兴、王丰兴、王玉林、王仁君、洪享长、王明信、黄月香、高金叶、王春盛、王正德、蔡秋环、洪香云、洪丰富、洪伟元、王国章、洪文典、洪俊耀、洪俊植、王进富、蔡建成、陈宝珠、洪敏萌、邓丽红、翁正佳、翁正德、洪宇生、洪忠孝、蔡其华、朱秀琴、黄秀霞、欧美雪、涂香杰、李淑女、吴阿月、王丽妍、洪素玉、王太来春、洪太丽珠、沈淑慧、洪文成、洪在华、洪何为、洪在辉、周佩珍、洪于桥、洪于彤、洪在贤、蔡玉萍、洪雨欣、洪凯月、洪美容、王真哲、王志化、洪王丽香，向各位大德非常感恩。那同时呢，也感恩我们辜玉辉、辜信化、辜杨秀珍居士发心游览车车资一部，还有谢谢我们的季淑慧师姐发心童男童女礼物一批，还要感谢我们李文贤、张荣昌、李玉德师兄提供的供果，还要感谢我们的林秀玲、方玲蓉师姐发心全部的花台，还有呢，我们简会长李露小姐有准备了50条的念珠药跟我们的保安宫结缘，在此非常感恩大家的发心参与。同时我们也欢迎我们鹅寮的乡亲时常回来我们寺里走动礼佛。那最后呢，这边还有几项事情的宣布。首先就是我们师父加持过的甘露水，信众可以请回去保平安。再来等一下呢，请济南师姐、安慧师姐带领的内部帮我们分赠点心给各位信众。那我们那个点心的内容有粽子2颗、菜包1个，还有饮料1杯。还有就是我们搭游览车的信众啊，等一下你们的那个点心已经放在车上了，你们上车就可以食用了。那最后呢，童男童女等一下请到保安宫右侧啊，司仪的旁边这边卸妆，要记得领取你的小礼物。那咱雕山的发挥再次圆满，请大家回去的路上小心，感恩各位，祝福大家一切吉祥，大喜大利。